大家好，我们是万中年，今天一样跟大家聊今年蛮有话题性的 New Balance。 今天我会快速的介绍990到999的一些鞋款，那还有近期比较有话题性，比如说2002啊、327啊，以及我自己比较喜欢的一些鞋款，像是860、997等等。第一双当然就是990 V1， 那它的发售日期在1982年，目前的入手价格应该6000到8000不等。它的版型跟996有点像，996应该比较多人穿过，所以我以996当例子，比较偏窄一点。这种深灰色其实搭配来讲的话，其实还蛮好看的。那第二双就是990 V2， 它的入手价格大概是6000到8000。今年台湾啊跟国外其实蛮多地方都有复刻过了，所以还算蛮好入手的。个人觉得版型也是偏窄，鞋头一部分也是算蛮窄的，那穿起来其实也是帅的，但是比较没有那么老爹鞋的感觉。那990 V3 开始，整体看起来会比较宽一点、休闲一点。那它入手价格的话就很不一定，大概4000到8000都有可能。目前在市场上的量算非常少，可能要从一些二手的市场去找会比较好找。那它的舒适度，我个人排名在990系列是最高的，就是算是非常的轻量好穿。它的包覆性的话其实也够，然后也不会到紧，搭配的话我觉得也算是很好搭配，特别是它的红色的鞋标在990系列算蛮特别的。那再来就是990 V4， 这双的话其实目前市场上的量也非常少，入手价格可能也要4000到6000，全新的话，那如果是二手的话可能4000以内找得到。整体来说也非常的好穿，也比较轻量，它的整体质感比较粗糙一点，那有些人可能会把它解释为是复古老爹鞋等等之类的。990 V5 的话其实到现在的话也是非常入手，台湾的专柜啊什么搭配活动可能6000多7000可以购买到，那如果你在一些国外网站购买的话大约5000多就可以购入。舒适度的话我觉得跟 V4 V3 没有差很多，但是整体来说它比较重一点，但是它的用料质感也都比较好，不管是它侧边有胶条还有鞋舌上的塑胶标，整体来说都比较有点科技感的感觉。左边这款的话是英制的991，那每次也有出过991，但是因为年代久远所以没办法取得。英制的鞋款到目前为止我收到过的做工上都还蛮精细的，甚至其实都比美式好一点，因为美式其实常常会有一些状况，常常会有一些溢胶啊或者电绣上啊版型上啊 logo 上的问题。它的这个原主灰色跟992、993这种浅灰色有一点点不一样，所以上脚之后我觉得真的还蛮帅，而且也蛮好搭配的。再来就是992的话算是今年非常有话题一款鞋，但是的话我认为它有两个缺点。第一个缺点就是它有点重，有时候在穿脱的话就会有很明显的感觉。那第二个缺点就是太贵了，
如果是黄金一点的尺寸的话，至少都要8000多以上才购买得到。当然贵从来都不是他的错，应该是我的错了。再来就是993，之前有一部分的993有上过美国的一些 Outlet 网站，那批的做工啊其实会比较差一点，那但是入手的价格也非常便宜，可能3000-4000。现在新的一批993，2020年甚至2019年制的，其实做工都好蛮多的，质感上来说的话，其实也蛮好的。目前最新的一批入手价格大概就在5000上下了。如果你是蛮喜欢992，但是碍于价格的话，我觉得你可以先入手993。相比之下啦，这双还算便宜。那再来就是995，那目前也是比较难找的情况，可能4000-6000都有，要以状况而定。995的话整体来说也是比较窄，而且这双的话我算是收藏用，其实穿不到2次吧。那996我相信大家都很了解它的版型跟穿出来的效果。这双普通版本的996啊，其实质感就非常好，舒适度也算不错。其实我原本是用美制版本的996，曾经也拥有过，但是因为氧化它的底已经碎了，所以我就丢了。其实美制的996啊跟这款是非常像，我觉得相似度非常高。那这款997的话，我个人觉得比996更好穿一点，虽然它是雅致，可是做工方面可能没有到很精细啦，可是我觉得它的版型我觉得也算非常好搭配，我平常也蛮常穿到的。这双是我的第二双，这款的话入手价格非常便宜，可能2000上下就有了。再来就是这款美制的998，其实这款998也是有点偏窄，那我个人穿之后觉得脚感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好，可是其实还蛮帅的。那目前入手的价格也大概是5000-6000，甚至可能4000多就能找得到，全新的鞋款在正规管道比较难找一点。那再来就是999，乍看之下它的外形也是偏窄，但是穿之后相比前面996、997、998，它的头比较没有那么窄，穿起来还不错。这双的话也是好穿好搭。以上就是990-999的简单介绍，如果有不一样的观点，也欢迎留言讨论。那下一集会介绍一些最近比较有话题的鞋款，像是327啊、2002，以及我自己很喜欢的997啊、860。那也会顺便介绍一些我自己收藏的特殊鞋款。那就下集见，拜。